嗰個咧睇下蔡邊鳳丹案咧，真係不禁令我覺得好難諗唔起蘋果同埋阿黎智啊！我寫呢篇嘢啦，我就話咧，話你唔有蘋果日子啊！蔡邊鳳案咧，直頭打都未開始打啦，拖件又當判咗啦。咁你哋可能又會降就話哦，要守證啊嘛，守幾年好正常啊！而家講緊謀殺案，世紀謀殺案嚇、啊，可以居然冇拖咁 Q 耐，傳媒封曬口，冇開始去審理嘅，你哋覺得係正常嗎？啊，探州老公咧係前夫嘅朋友，蔡天鳳係經過前夫先識到探州老公，而前夫係基佬嚟嘅。前夫被人通緝咁耐咧，仲成日喺中國兩邊走，你話唔關大陸事，我切個頭都唔信。所謂神秘莫測嘅兇案，媒體全無封口。你話唔波及多啲重要人物啊、內地一啲高官啊、共產黨啲咧，唔會有人信噶。其實太明顯啦，洗黑錢呢樣嘢太明顯啦，呢啲先係真正嘅洗黑錢啊！你將錢搬落嚟啊！你睇下嗰個咁嘅，佢叫五姐啊，佢阿媽。首先佢同佢啲女嗰啲全部唔似樣啦，跟住佢阿媽嗰啲好似媽麻散咁樣。喺南昌即係大陸嗰度，咁啊啱啱出喺抖音出 post 又話自己掛住個女啊，化一碟啊，咁你睇翻佢嗰日攬 Q 住佢個所謂探仔嗰、那個佢個現任老公，喊三喊死，跟住又點樣兩頭家老爺奶奶，即係你結兩次婚，你即係我譬如我啊，我陳怡啊，如果我結兩次婚，我兩個個兩邊嗰啲老爺奶奶可以 friend 嘅，你覺得正唔正常？古今中外都冇可能。香港傳媒死了九年了，如果蘋果還在這裡，這件事肯定撩了很多東西出來，就是咬著不放的，一定。還有你蘋果是奶水來的嘛，蘋果是人的奶水來的，你會用盡很多方法拿關係圖，還有你會是捉住這件事不放，那變相你的群眾壓力、媒體壓力，即我們都會不斷討論，這件事很難這樣石沉大海的。他老母五姐前夫個死基佬、淡仔冚家、一定會被蘋果咬著不放，无人机、直升机、拖拉机、查测、查数、查身世，一定会做的。苹果呢啲嘢系新移民二十出头可以一炮过买七千万楼，仲要唔止，仲有啲好似有间亿几嘅廿头可以做到咁。淡仔点上市都成问题，莫讲话咧，蔡天鳳前夫一家同点一家过重审啊！即系我头先讲嗰样嘢啦，成家好似即系你会公司咁样，你知唔知啊？即系矿球啊，里边冚唪唥嗰啲所谓奶奶、老爷嗰啲咁啊，成日。合體咁一齊出去，咁我懷疑咧，而家我越睇件事咧，阿蔡天鳳其實係應該必死嘅，係啊，即係佢一定要死。我唔知乜事啊，佢阿媽應該喺佢死嘅時候係開心，所謂個哎呀媽啊，即係係想呢個女仔係要死嘅。古今中外都冇可能發生，結婚只係方便做嘢啊，攀屍咧係最後嘅結局啦。應該又有啲嘢傾唔埋數啦，所以就懟鳩咗嗰個人出嚟，但係冇用嘅。我唔覺得阿礦球係即係。總之不是那麼簡單件事。如果還有蘋果的話，這件事就不會就這樣算的。輿論壓力，還有你會 brainstorm， 即是你很多枝節伸延了出來的嘛。我現在一個腦想的東西，你跟全部香港人一起討論談的東西，一個傳媒的 angle 去報導的東西，是會可以好，即是會有很多的一些想法咯。你見現在特首啊，所有那些官員都不理這件事，黐撚線的，全部好像封了口一樣。輿論壓力、傳媒的挖掘都可以推進整件事件有進展。現在開始明白為什麼香港人會越來越遲鈍、愚昧和無知，越來越大陸化，簡單說。以前一直都吃蘋果的奶水，一傳媒造就了很多香港的價值，可惜整班飯骨吃完還要倒戈，老土都要說一句，我永遠支持黎智英，黎智英是我老闆，因為現在黎智英他單案都審緊，其實真的你問一下一般市民，我想十個有九個半都覺得咩黎智英半個賊，呢啲都係你哋睇埋啲戇鳩嗰啲媒體，咩香港01啊、東方日報嗰啲出嚟嘅呢啲説話。我唔覺得啲傳媒即係如果做呢一單嘢係會就咁算。我覺得其實呢啲傳媒嘅機構都會受到好大嘅壓力嘅。但你見蘋果一路以嚟都係不受控嘅，可以話佢即係佢係自由嘅。所以打就打撚住佢先噶啦！你哋成日話乜嘢傳媒做咩假新聞？你哋食屎啦嚇，含撚啦你哋！你唔好成日講話咩？哎呀佢做咩假？你真定假你都唔知啦！陳健康你哋仲話係假新聞，戇鳩！你睇翻當年今日嗰啲嘢先啦，好唔好啊？就算人哋個角度唔同，政治立場同你唔一樣，蘋果同一傳媒嘅存在都係代表緊香港有言論自由啊！
好過你哋而家成班戇鳩鳩黃嗰啲，你哋自稱黃嗰啲，你連我，你話係男啊嘛，你話陳怡死男屍嘛，你連我呢種男嘅嗰種勇氣勇敢啊，講個粗口都唔敢講啊，喺度廢噏，即係我最鬼憎你哋成日話自己黃，你哋嗰啲粉蓋去邊啊？你啲風骨咧？你哋嗰啲熱血去咗邊啊？揞撚住曬自己，喐啲啊，淨係識得 face， 哎呀死啊！告你國安法，國安法，乜小學雞咁樣死啦！你仲話自己黃？你哋黃喺邊啫？究竟無勇無謀啊！而家咁一傳媒咁啊，呢單嘢即係阿黎智英已經上庭啦，要冇人話咩聲援啊、撐佢啊，乜都冇噶，驚死嘛，個個驚俾人拉嘛，係嘛？啊，跟住又話我男啦，話男啲又話我黃啦，咪 at the end 咪又得我一個人出嚟衝，咪得我一個人出嚟講係嘛？蔡天鳳呢單嘢又係咁樣，我即係點睇都睇唔過眼啊！有乜可能呢單嘢會石沉大海啊？啲錢究竟邊度嚟？你邊 Q 度有億億聲咁嘅錢走嚟香港一炮個買樓啊？跟住又寫呢個名，寫嗰個名，美其名就話哦，即係點樣過俾個老爺啊？又話咩俾人呃點樣成？梗係唔係啦，戇鳩咁你當佢啲錢都唔撚係佢自己揾翻嚟嘅，戇鳩鳩咁你聽佢講呢個呢條女根本就係一注定。咁都係孤兒嚟嘅，即係你佢注定係要死噶啦，啊，注定係俾人用完即棄 condom 嚟嘅。你睇到咧，即係啲人好愚昧，你哋成日會即係捉住啊蘋果一傳媒一啲嘅 angle 各樣嘢去打佢。你而家冇啦，而家冇撚咗啦，即係自由都冇埋。中國人啊 ，Chinese 啊，即係包括你哋香港人啊，你哋係唔識得一樣嘢。第一，你哋無勇無謀，冇勇氣，冇熱血，唔會咬住啲嘢唔放，你哋成日驚自己蝕底，成懶係證明，結果個個都鳩鳩事事，去到外國點解第一個揼鳩你啊？咁解？第二，你哋成日話即係咩蘋果啊，乜嘢？哎呀，啲角度啊，乜嘢屈人啊，咩點樣成啊？政治立場啊，你寧願有唔同嘅聲音啊，定係好似而家咁樣啊？阿生，即係我覺得香港人、中國人係冇嗰種接受人哋有唔同意見嗰心，你哋就係會 judge 人哋，即係啊你咁樣，你咁樣。你哋知道我即係支持阿董建華啦，跟住你哋就話哦蘋果即係當年都反動，有乜所謂啫？佢知我佢唔一定要講曬我心裏邊中意聽嘅嘢噶，但係如果佢嘅存在係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啊，呢、這個世界需要有唔同嘅聲音，等於你哋成日班友都戇鳩，你哋嗰啲死人阿毛啊中意我嗰啲咧，又乜嘢你我中意你，不過你唔係講每一句嘢我都 buy， 你戇鳩呢個世界邊一個人講嘅每一句嘢你都 buy 啊？啲死人阿毛睇我咁撚多年都講呢啲咪廢話，哎呀你唔係講咩我都 buy。嘢支持蘋果日報係唔需要佢講乜嘢你都 buy 嘅，佢嘅存在佢能夠咬住啲嘢唔放，打到沙盤問到篤。我當年喺傳媒，我都係俾人咁樣教，佢哋唔係言教，全部身教，個個同事都咁樣做嘢嘅。所以我都一個好即係講起變性人啦，呢幾日 W 講當年同政府打官司話要結婚嗱，變性人 TVB 啊嗰啲咩博咪嗰啲啊嗰啲所謂啲大嗰啲大圍啊，都冇人可以甩掹到去做訪問，我就用我自己啲私家方法咧。死拗人拗拗到佢同我出去食飯，跟住俾我影相，各樣各樣嚇。呢啲就係我哋叫打到沙盤問到篤，死拗住唔放嘅嗰種心態。我嘅性格，如果你喜歡我，我 80% 嘅性格都係嚟自一傳媒嘅嚇。我係流住一傳媒嘅血，我都唔會介意話我支持黎姿啊，講呢啲説話，或者甚至乎支持佢啊。即係究竟我會係會引嚟啲咩後果，我係唔會理嘅嚇。因為我覺得要表達呢樣嘢太緊要，你哋嗰啲自稱王、自稱啊點樣撐蘋果嗰啲咁嘅人，你哋冇一個人夠膽出嚟講嘅。啊，來來去去都喺度收收埋埋，鳩鳩事事要移民嘅移民，咪走過去嗰啲咩做法官啊，咩做律師嗰啲走撚曬喺英國嗰啲五街一戇鳩，即係講起火滾，冇人諗住建設嘅，成驚驚驚驚驚，嗰啲咩咧做嗰啲咩區議員啦，咩立法會嗰啲又係成個船頭驚，嗰啲船尾驚拆嘅，冇人諗住為香港好過，好多就諗住自保。蔡天鳳呢單嘢都一模一樣，肯定係關共產黨事，肯定係關中國大陸事，唔使講。我唔知裏邊究竟有啲乜嘢重要人物洗黑錢，要啲錢搬台落嚟香港，或者。咁樣講啦，即係呢個銀碼又唔係話大到天文數字幾百億啊、幾千億呢啲咧，我覺得係可能係一啲好 personal 嘅嘢啦。但係嗰個人可能係本身係一個重要人物嚇，所以你見可以拖咁耐。冇啦，你見香港都係好麻木噶。愛因斯坦當年去大陸個，去完都係有咁嘅感覺啦，愚昧啊、麻木啊、無知啊、戇鳩咁樣，動物性好強嗰啲咯嚇。已經冇其他嘢可以形容中國人噶啦。去完北京之後，其實我有個感覺就係咩咧？其實因為當你去到機場先覺得恐怖，我唔係講俾啲空姐啊嗰啲咩航空公司人員喺度推推擁擁嗰啲，係我見到啲航班即係全部你見到話咩大興機場成日話自己咩全世界最大，大興機場話全世界最大，首先佢唔係全世界最大，就算我俾你係全世界最大，大係冇用嘅機場，
冇撚用噶，香港係個機場靚過呢個所謂大興機場倫敦，大興機場落成係好近期嘅事。但你入到去覺得係好污衊、好污糟，我唔知係啲建築材料邋遢啊，定係點樣？啲白色又白唔曬，啲玻璃又全部封曬塵咁樣，好似抹咁樣，冇乜人抹地啊、拖地啊，即係我見唔到呢啲清潔人員嘅。跟住成陣味，可能啲人本身臭啦，堆埋機場都有陣臭味啦。總之好落後啊！個機場好落後嘅大興機場，北京大興機場啊！我原本諗住就去睇下，如果唔係我揀咗首都機場嗰度落機啊。成件事就係、是。你會去到你不覺得呢度係一個新機場，跟住覺得好落後。佢哋已經抄香港噶啦，但係都冇乜用。你抄香港都係攞唔到個精華啊！你淨係佢叫咩面積大？你居然面積大係攞可以攞嚟吹先好笑。咁你唔搬翻農村住，農村嗰啲面積咁大啲，你做乜逼喺城市啊？嗰、那個嘅航班 arrival 同埋 departure 全部，我可以呢度俾張圖大家睇下，全部都係內陸機。去香港已經叫國際線 ，by the way， 香港絕對國際線，香港唔係內陸線嚟噶。啊，我唔知點解大陸將香港區分，港澳台都係叫國際嘅，唔會叫做即係內陸嘅。其實好多政治歷史遺留問題嘅，即係我喺呢度唔方便講咁多。即係總之，連大陸都要將香港港澳台推去國際，就唔好成日講中國香港，中國香港，香港就係香港，真係嘅。即係夾硬要咁樣講，其實係有啲問題。你哋自己本身都將香港、台灣、澳門。推向叫國際線，我們甚至乎會有自己護照、自己的 currency， 大家從這個方向想一下就明白，不用經常自我審查，麻煩好嗎？全部都是 國內航班，你們可能問為什麼呢？很簡單， 我一句回答到你們，人窮去不到外國旅遊，沒有簽證，很難拿簽證，你拿著本中國護照，大部分地方你都去不到，外來遊客少，很自然你就沒有國際航班了。民航機你想想，譬如你美國咁，有幾多個中國大陸人可以去美國旅行啊？錢問題，簽證係另一個問題。去英國，去咩加拿大話咩放個假走澳洲游個水，呢啲冇，呢啲我哋香港人先會做。去日本咁，即係呢啲係我哋香港人先會做嘅嘢嚟嘅。啊，根本冇多人有錢去旅行，亦都冇乜簽證，佢哋只能夠喺中國大陸裏邊咁樣玩。啊，亦都係有咁嘅 permission 可以周圍去。去到外邊，中國大陸以外邊度都要攞簽證，嚟香港都要攞簽證，只有7日添啫，仲要。咁所以你就話。即係有乜可能會有國際航班啫？乜大興咩國際機場國咩仔啫？全部嗰、那個嗰塊看板啊，全部喺呢度睇啊，都係內陸機嚟嘅嚇，頂曬籠都係加埋港澳台嘅啫。否則全部，而家咁啱我影呢張相都係內陸機，連香港都冇。最遠嗰個係深圳，所以你睇到一樣嘢嘅，即係嗰、那個生活水平啦、簽證限制啦，加埋 VPN。啊！即係佢哋要用 VPN 嗰個封網嗰樣嘢先上到網。你知唔知我喺大陸幾難頂啊？即係咧，你唔用 VPN 咧就完全去唔到 YouTube 啊、WhatsApp 啊嗰啲咁嘅東西啦。但係你開撚住咗 VPN 咧，你又用唔到嗰啲咩大眾點評，你又用唔到支付寶，所以你就成日開住個 app 喺度 on and off 咁樣啊 ，purse 跟住又開翻又 reconnect 個咁。個原因就係你。冇啊！你冇辦法，你要喺大陸又想睇到呢，又想睇到路，即係你想好似好自由咁用部電話，你就要不斷咁用 VPN 轉下咁轉下咁轉。咁你話幾日冇所謂啫，長期喺度啲人哋根本唔會咁做，同埋佢哋根本唔識睇英文。大陸人英文水平好低好低，就算讀啲一本嗰啲大學都係好差英文水平。即係我唔係話你識英文等於啲乜嘢，但係你的確英文係一把鎖匙嚟。你唔識英文，你好多嘢你都挖掘唔到嘅，你嗰啲資訊個落差係好大好大。最慘就係啲大陸人成日覺得自己知道天下事，你哋所有嗰啲知道嘅嘢都係你哋即係媒體官媒去話俾你聽啊，成日話啦咩又話美國啊乜鬼嘢外國嗰啲，即係點樣美國就係敵人，但係佢哋心底裏邊咧，其實每個平民都好想去美國。我真係冇聽過一個大陸人係唔想去外國，但係你冇錢同埋去唔到，同埋即係你根本冇咁嘅途徑。你在抖音都會見到今時今日好多啲河南河北嗰啲人成日都想靠啲咩兄弟啊親戚啊可以去到外國，跟住以後唔翻大陸嘅。冇得睇外媒都係一個切斷咗你個人個慧根可以一直咁樣伸延嘅一個東西，因為佢唔係淨係冇 Facebook 冇 YouTube， 佢冇好 Q 多嘢嚇，你都唔使只會用到外國嗰個嘅 ChatGPT， 完全係用唔到嘅。咁好多嘅資訊你睇唔到啦嚇，你哋有啲人留言啦，呢個觀眾就話，即係睇完即係用咗 VPN 之後先知道，哇！原來咁即係自己咁鬼遲鈍啊，好多嘢都原來之前唔知啊咁，其實都係㗎啊，即係覺得好大落差啊，同佢哋本身嘅認知。
即係大陸嗰個冇得睇外媒，你哋唔識英文，其實好似閹割咗你啲手手腳腳咁。我放你出都冇用，我放你去外網都冇啦，你都唔識睇英文係嘛？即係識英文嘅人係好少，跟住再一路咁樣封鎖你啊 ，search 啊，去百度啦咁樣。你去睇小紅書啊、抖音啊呢一種情況咯。所以你見到好得意噶，大陸生嚟到香港都唔會有咩進步，個樣啊都係咁衰啊，跟住成攤嘢都係肉酸酸咁，個老實啊生啲女出嚟，個女十幾歲係咁打鳩個女啊，抽鳩個女條埋你裙，又話佢著短裙，又去勾佬啊，搞自己老公啊嗰啲咁。我喺抖音見到，你求其抖音 search 都見到噶啦，嗰啲咩香港湖南太太啊嗰啲咩東西咧，一大抽一大抽。又是對啲女好多敵意，用翻大陸嗰套，點解啫？因為早期大陸已經閹割咗你好多嘢，佢閹割咗你好多嘢嘅時候，你係俾翻啲補品你，你都吸收唔到嘅。即係我閹割咗你唔識英文，我又唔俾你睇呢個所謂外媒嘅嘢，即係外邊嘅信息，俾你落到嚟香港，你咪又睇抖音、小紅書，你會睇 YouTube 咩？你會聽英文咩？唔會嘅。以前我隔離一個大陸西俾我講足幾年嗰、那個。佢都係噶，即係你覺得佢落到嚟咁住啲好啲嘅地方，佢會有任何嘅改進嘛？其實唔會噶。人好多時候，你個定局就喺你出世之後嗰幾年，即係十歲留下，去到你十零歲已經定曬局。你往後一生食啲乜啊，中意啲乜啊，點樣吸收資訊，點樣學習，其實已經死局嚟噶啦。所以唔好成日話啲咩三十歲打後咩點樣發達，點樣成又話去學嘢，讀個咩 top up degree 嗰啲廢啫，自己。講到嚟呢度啦，即係我支持黎智英，永遠支持佢，永遠嘅老闆。